是真趣味，出门走路是头起起，啊，正道的生理搁放一边，啊，讲啥物袂扶持，规粒头壳是全败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透早起床来逼签诗，啊，中昼是电子计算机，半晡啊包单来问东机。暗头啊，带来去看富字，半暝啊，梦啊梦白记哦。梦什么？我梦到一只猪，啊梦猪讲十字。梦什么？我梦到西湖灵云寺，这讲外佛要破天机。拄好要破向东西啊，向向山行起哦，啊向向山行起哦。话若要讲透机，我目屎会飞袂离哦。花啊钱是值定死，花款是全飘去。亲戚朋友是走气味，厝边头尾是笑无钱，劝恁朋友着觉醒，啊，送米落啊，找乎你哦，正当生理较侪钱。很厉害的哈，哇！这款歌吼，你根本就要做代言人，六合彩代言人呐、啊。哦，我不是跟他做代言人呢，我实在是太适合了，因为我吼，啊，讲来个是一段做黑暗的过去咯。因为我以前咧打工的时阵，捌伫去咧饮料店，啊，头家娘，逐工拢咧耍六合彩，所以我逐工耳濡目染。对，是吧？是。我的耳向人咧写白机，啊，所以头家娘逐工拢叫我去买报纸，买名牌报纸。我实在是做无想要学诶，但是我哪算哪有心得。人咧国中咧考学历测验，人啊早自习拢咧看人咧自修，我去。是摕报纸来摆机，算摆机，我伫遐咧算摆机，所以阮国中同学拢叫我做单身人。唔呀唔呀啦，真诶啦，我这段是真诶。无怪你有一段时间，你诶脸书是这个名。哦，唔呀是安尼哦，真诶。你卖讲算摆机啊，你讲我咧数独啦，嘿，嘛是填数字。对。好啦，来跳歌麦啊，老师按照讲，有请雅文老师。孟贤，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。你让我看到很感动的一点，你是很努力的，你真的很努力，你就是一直在默默的努力当中，任何的小细节你都顾到了，包括了眼神，包括了表情，包括了所有的一切，你都融入了这首歌里面。我觉得没几个艺人可以做到这样，你已经是很努力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不得不为你掌声鼓励，所以两位都非常棒。谢谢老师。接着有请子宏老师讲评。孟贤虽然平常很爱搞笑，可是真的看得出来你的努力，然后你一直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年轻人，对。然后你今天这个，我们比较好奇是当年大家乐在流行的时候，你出生了吗？还没。那时候真的是一个社会现象，但你今天的这个表达也很不错。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舞者非常加分，我觉得舞者好辛苦哦，真的，对。然后他们的表现非常称职哦，在这个表演里面，那孟贤也很棒，两位都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两位都这么棒。